真的很难。 有一个，表面能不能给我换一个？看了，你看，我觉得我这个业务坏掉的刚刚好，下次我直接用来装泡面吃。来，这个给我，便宜很便宜啊，对不对？跟我一样便宜啊，信不信？快点出来！我去，这个在里面夹的好紧的，你们看到吗？ 我的猛蛋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我快点出来，快到我碗里来，败家子。对啊，你说是不是败家子？我气死了！那个盖在哪里？快点拿过来。你们知道吗？那天我一拿起来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我一拿起来，然后我拿着走，我发现哎，我的底座咋掉了？知道吧？然后我拿回去焊了一下，结果我今天一来又坏了。 这里面有螺，哇，这里好多螺在这里，知道吗？看到吗？哇塞，在不在？好多呀，很难夹这个。要不要我去帮你？好啊，好啊，你来帮我呀。哦，弄到一个，过来帮我，过来帮我，你来帮我拿这个神器。哎呀，这里有一个。 这有个石头屑藏在这里，看到吗？出来吧，石头蟹哥哥，蟹老板，出来。他说：“别别别，我不愿意跟你走，我要留在我的家里，我要泡妞。”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等下去的比你抓的还多，切！我才不信呢，对不对？我。 我怎么说也算是个半专业的吧，弄没弄啊？我表面弄到一些螺了，我什么鬼？砸到个这个，砸到了！人家本来半死不活的，被我砸了，你看都晕了，差点晕了。200到了，没有155。 159，159，没有200。你看，看到没有？躲在这泥里面的。啊啊！哦，吓死了，被咬了！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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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衣服都脏了，都是泥。我去！啊！天哪！天哪！天哪！ 吓死了，吓死了！走走走走走，看你还咬我，把你拿回家煮了，你真的是无法无天了，简直！这有一个，哦，这个，凡是这种面对着我的啊，我一般不敢用手抓，只有他背对着我的时候，我敢。哎，这里藏了一个，你们看到吗？这里有一个。 咦，哇，看到没有？哇，这个比较小的。说去不算，以后还谢点赞。没有没有，我家里穷的就只剩下这个了。我等一下用完这个来跟你们赶海之后，赶完海回去之后，我把这个洗干净，我吃东西的时候我就用这个吃。信不信我敢用这个？哇塞，我都还没拿，我都没动你，大哥。 你这么凶干嘛？真的是，对啊，对对对待女孩子，哎，给我拿个夹子过来。对待女孩子，你应该温柔一点，知道吗？特别是见我这么可爱的女孩子，对不对？你看你凶巴巴的，想要拿大钳子夹我，切！等一下，我就拿你爆炒了。过来这边吧，来，点。 哦，这里面竟然藏了一个，你们看到吗？有眼睛，看到吗？哇！啊啊，好小哦，太小！喂，我去，搞得满是淤泥啊，好像很多母的啊。
哇，怎么回事啊？今天抓到都是母的。哇塞，我今天抓到很多都是母的耶。等一下，我直播完把它们放了。那只是母的，对你没有兴趣，确实是。哎呀，过来那边吧。等一下，哇塞，我的老腰啊，真是无语了。哎，这个天气热的要命。谢谢八七幺送出的小星星，哎，过来这个，这个我操，搞我操跳。哇塞，放在这里先，让它跑了。好，过来看一下这边有没有。哇，这里有一个，啊，看到吗？在水里凉多了，我刚才在那边热死了。这有个。是不是很有特点？是不是很有个性？对不对？有没有见过？没见过，对不对？没见过就对了。前往也就我，请叫我夜狐君。这里有一个石头蟹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，石头蟹在这里。别跑！你看，咬着我，咬着不放啊！组团过来找我玩啊！赶紧松开你的爪子！这里有一个，哦，差点让它跑了，差点让它跑了，你看到吗？我还是拿好我的夜壶，免得它等一下走了，我都跑到哪里去我都不知道，那就惨了。啊，这边有一个，饶平县海山镇这边知道吗？有没有听过？有没有来过？有没有听过？有没有来过？来过的扣个音，或者听过的扣个音。我准备看一下。啊？这，哦，啊，哪去了？哪去了？哦，还是我表妹的。哇塞，你看这个都高，你看这个有高。等一下我。你们说这个也不要放了，你看它这么多籽，你看看到没有，它的肚子，你看它怀孕了，要不要把它放掉？对啊，我只有我的祖传夜壶，而且我断了，你看刚才断的那个脚直接放了，这是我放的扣音。三百门这边，这是哪里？饶平县海山镇这边，饶平县海山镇这边直接放了哈，对吧？来，走吧，拜拜。哦耶，走啦！你看我心多好，对不对？人善心美，简直！我的夜壶差点被飘走了。哦，好吧，过这边看一下有没有。你看搞了这么多，中午可以饱餐一顿了，中午可以饱餐一顿了。初五，什么呀？过这边吧。我这个夜壶都放不了，我被它跑了。这边有一个，我去，看到吗？伤天打鱼两天晒网，还真的是伤天打鱼两天晒网，你知道吗？我节假日我就不直播，对不对？哇，这里有一个，看到吗？哇，好，你看我跟螃蟹一样是横着走路的。看到没有？信，这个不是虾，你的头啊虾，你头这个长蟹，你看你那螃蟹还有虾都分不清，有吗？没有，我看错了。看一个，这个石头蟹，我去，吃得到？废话，你就是那个火箭都能到这里，好吧？怎么可能不到？你看太小看我们大海山大饶平的，知道吧？大海山欢迎你们过来做客，我是很好客的，很热情的，免费请你们喝功夫茶哦。这里有一个在这里吐水，你看到吗？哇，别跑，
差点就那边跑了。表妹，来，表妹，你能不能马桶盖？我刚刚让表妹说把直播间破200人的时候呢，就让这个马桶盖了，盖在她头上。她说凭什么是我？我说因为你可爱啊。一起用，对啊，来啊，来呀，快活呀，反正有大把时光。看看这里有没有？哎，这里有一个。去，差点被他跑了。哎呀，我留个传言哈。好假，饶平都不问哪里，饶平海上这你那个啥？你搜一下呗，你搜一下这个又是母的、啊，等一下下播的时候我把这个放了好吧，我把这些母的全部放了，把这些公的全部给留起来，让他们知道人性的险恶，对不对？就不给他们老婆还有女朋友，对吧？我们要找看地方。我们这边是有那个私人养殖雪蛤的，哇啊，好多这种螃蟹，看到吗？刚才有一个钻到里面去的，哇，你看到这洞很深的，哇，算了，走吧、啊。这里有一个，呀哈，抓到你了！我妹妹她说因为太丑陋了被平台封，哇，哎，这有个。哎，差点就跑掉！哎，好了，水满了你就跑不了了。大哥，你好呀！我呢，其实西藏呢，我也想去的，但是我怕缺氧，因为我这个人动不动就缺氧，知道吧？缺心眼就错了，缺氧的话就惨了。哇！等一下，被飘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走，哇！上次你那很好笑的，我抓着，我的夜壶都飘走了，我还不知道，看到吗？对，贫血。有一个词叫什么？啥？缺氧，缺啥？缺鬼了，乱七八糟。不会讲了，突然就不会福州了。哎，价钱高，但实际上呢，一点肉都没有的。这种一年四季，一年四季都很有肉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想去海边钓的人可以的，可以。你也不看看，对不对？抓螃蟹的人是谁，对不对？看、哎、这边有吗？没有。可以，对，我跟你说，我敢认第一名，不是，我敢认第二，没人敢认第一啊。关于丑方面来说，看这边，哎，这里有一个 ，OK， 直接了，我真的很丑的，丑到不行。一见到我的人，一般三天三夜吃不下饭。还有那些抵抗力比较强的，对不对？最少要两天两夜才能吃得下饭，省了。但是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帮你们省了那个减肥的费用，知道吧？哎，这里有个海葵，好，直接减肥20斤，懂吧？现在很多软壳的也没有啊。我跟你说，秋季的时候最多软壳的。过这边看一下，哇！你看那里还那么多海葵，它这里有一个在爬，看到吗？哇！这里有一个，你看这种啊，我们叫什么？茶涛，对不对？就形容这种又大又没肉的，就茶涛，懂吗？那这个就是大，啥用也没有，泡影音。
哇，这里好多海葵，你们看到吗？哇，你们看得到吗？海葵，好多海葵，给我玩呀啊！哦，你看，哎呀，我的夹子呢？这晚上下酒可以。所以我从来不轻易喝酒，免得伤害到别人就不好了。这个位置，对啊，祖宗，我们这边没有，我们直接就这样子一大锅倒下去，直接用水煮，盐连盐都不用放，就直接这样子，然后蘸那个什么蒜蓉醋。别飘走啊，别飘走，你别动。哎，你看，你看我这夜壶多乖啊！都听我的话的，我说别飘走，他就别飘走，耶、yeah。